你好，我叫 Helen。In this video, you'll learn Chinese through a story in three steps. First, I'll read the story at normal speed. At this time, you can only see Chinese characters. Then, I'll read it at a slower speed, and you'll see not only the characters, but also the pinyin and the translation. Finally, I'll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y.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out loud. You can find the answers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 below. Now, let's start. Zhou Tai Tai Jue de Zi Ji Hen Pang. Qi Shi Da Jia Dou Bu Jue de. 因为周太太希望自己瘦一点儿，所以这几个月她每天都运动。但是昨天她运动的太多了，今天她腿疼，脚也疼。她觉得上楼很难，下楼还容易一点儿，所以她打算下了班就打辆车回家休息。周太太想让周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买一些菜，所以她给周先生打电话。周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周太太打电话的时候，周先生不在办公室，电话是他的秘书接的。秘书说，他会告诉周先生给周太太回电话。但是都下午五点多了，周先生还没回电话。周太太就自己去买东西。她刚出门就下雨了，雨不小，在树下走也不行。周太太就回家去拿了一把伞。他拿好伞再出门的时候，雨已经不下了。周太太买了菜就开始做饭。周先生到家的时候，饭已经做好了。周太太觉得自己很胖。其实，大家都不觉得，因为周太太希望自己瘦一点儿，所以这几个月她每天都运动。但是昨天他运动的太多了，今天他腿疼，脚也疼，他觉得上楼很难，下楼还容易一点儿。所以，他打算下了班就打辆车回家休息。周太太想让周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买一些菜。所以，他给周先生打电话。
周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周太太打电话的时候，周先生不在办公室。电话是他的秘书接的。秘书说，他会告诉周先生，给周太太回电话。但是，都下午5点多了，周先生还没回电话。周太太就自己去买东西。她刚出门，就下雨了，雨不小，在树下走也不行。周太太就回家拿了一把伞。他拿好伞，再出门的时候，雨已经不下了。周太太买了菜，就开始做饭。周先生到家的时候，饭已经做好了。今天，周太太为什么腿疼，脚也疼？周太太打算下班后做什么？周太太的电话是谁接的？